油芒上市一年后不香了。年内股价腰斩市值跌超4500亿，林园也栽了。10月18日消息，油毛金龙于盘中跌近10%，报61.45元每股，总市值3300亿元。AI 财经社获悉，金龙于自2020年10月15日上市后，不断走高，至2021年1月，即创造历史新高的145.42元每股，市值突破7000亿元。但随后，金龙鱼开始横盘震荡走跌，至今股价已跌近60%，市值蒸发超过4500亿元。而作为知名私募，深圳市林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属林园投资16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林园投资15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林园投资24号私募投资基金三只私募，在2021年中报时持有355万股。